耶、yeah, ，出去玩，出去玩！我们要去 Puerto Rico， Puerto Rico， 没错，逃离这个冷飕飕的鬼地方。没错 ，Let's go。换上短袖短裤，抵达 Tampa。第一站，沙去买 iPhone。我手机，我手机。买太阳眼镜。哎、欸，对，还有太阳眼镜。太阳眼镜。人走路，走路这样走路。Rental car， 我们现在要去租车。要要要要，徐凯凯。是吗？是这样。對他们说这样子。All cameras terminate at all times. Next stop is the autonomy parking station. 我怎么会是我们？就是说我们三个车，我们三个好快哦！把车窗拿下来了，我跟你说，完全不开冷气，对，完全不让我们对。看这个海，舒服的风，好爽啊！哎，这很舒服。屌、啊！他自己改的，自己改的吗？哇！嘿嘿！录影啊，录影！I'm ready to be surprised. 真的好嗨哦！就是我们本来他只有礼拜一，明天他只有一个礼拜，只有明天有开。没错，但是我们就跟他聊聊天，然后他就他们刚刚有一个那个特别的饭哦，他免费给我们。Thank you so much. 好爽哦！在吃免费的。免费午餐。一开始其实只是上去跟他攀谈，想说聊聊天，然后跟他说我没东西吃，然后他们就给我们吃这哇，道地的泰式料理，超好吃。不过还有水，水大概在饮水机就1.5块，而且还有本部，这个很少吃到，在美国，在美国很少见。This one is a pineapple and pork. It's a curry. This one. Wow. Wow. Thank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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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他就把我们当成。You want some more, right? 哦，那很快，我们要马上获得一个。我听不到，我当他的。啊？我当他的。这是红鱼，不靠！我看有红鱼耶！看是红鱼，这是红鱼。第一次在水族馆看到。也算是红鱼。这也太酷了。红雨啊！耶！太chill了，太爽了，太chill了。我来了，这个我帮你录了。好。史上最屌人，出来玩直接买一台 iPhone。哎，没有。讲讲讲讲。各位观众，很美。我要转一下，我看看看白色很美，白色美，我也觉得白色好看，就拿它。哇，凯凯想把它干走了。不能换吗？啊，现在他用我的新手机要换到新手旧手机换新手机。然后我有个问题，他怎么知道这两只是连在一起？没有，他拿到附近，他叫我拿到附近。他刚一开始先叫我把我的旧手机拿到附近。干，好酷哦！哎、欸，这好酷哦！嗯，看这很酷哎。然后来喽。Central One。好，今天来这里逛，所以那我走转去。哦。这边还不错哎。这地方。
这超酷的。电影院很酷，电影完全没有他妈的，对，一个人半个人都没有。TBBC， 台湾 is big black。摩斯薯条。好好吃啊！会吧，就跟龙猫公车一样啊。想要搭车喽？搭车就搭了，对了。随性，我刚搭车搭到一半，然后就看到很多人下车，看很多人下车，我们就跟风下车，没错。然后就发现莫名其妙这个好的地方，根本不知道是哪里。纪凌，你要说一下你的理论，很怕是个怎么样的地方？就是其实极度是两把妹的地方。把妹的地方，我刚才想要怎么用这个词？可是它自己太多，就是那种浪漫的地方。真的，真的。你看 ，The University of Tampa 就在一个河旁边，对，这个不好拉妹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拉一个妹过去聊聊天，差不多了。就差不多了。高手，对，那高手，高手，刚跟纪凌告白成功，验证理论。我们发现一个姑麻圣地，满满的麻味啊！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。很浪漫啊，这真的太浪漫了啊。那个吊床应该打不了，因为不然那树会倒。看你还录这个什么？我在录你讲，这也适合打。不是啊，可是感觉凯凯想要在剪进影片里。然后那个吊床感觉就是等于就静态一点的，静态一点，不然那个除非两个人就是达到一个共振。共振就是一个赛位，对啊，赛格，然后还可以该 control 一下，调一下 PI， 调一下，然后或者我们可以用 LQR， 不用 PI， 太近，好想当 University of Tampa 的学生哦，我还好，我来这边玩。他们在这边讨论报告，哎，像我们在 do the 就是讨论，还没东西。他们是在这边讨论报告。我昨天真的觉得超崩溃，我昨天写作业，然后想说，哦，写，好不容易写完，然后就去买菜，找晚餐，干没有东西可以吃，哎，真的是完全没有，连 Ugos 也没开，干真的是没有，只剩贩卖机，然后贩卖机只剩巧克力，我真的觉得超可怕。这里还有那个沙滩排球，沙滩排球，
这也太旧了。出来就看到陈跑，出来就是对啊，替你吗？替你，我们哥回来了。看这个是宿舍哎、欸，我有，这是宿舍太扯了。这大学店很淫乱，这大学店，大家都是敢敲敲门就进去了。然后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要干嘛？就算一下要出啊。干这个，只是只是坐车哦。这里的很酷哦，我们现在吃肉干，晚上12:09开30分钟来谈判南边，没有夜景可以看，对，坐着吃肉干还有啊，可以去看看，对，我们等下再下去看看。哇，你现在这个肉干你要在谈判开2小时的车的话都没有，你买不到，买不到。我买有卖肉干吗？哎、欸，搞不好他们的 seven 会有，不是 seven， 他们不会，他们 seven 一定会有，绝对没有肉干，而且他们也不是24小时、啊，所以这个目前没有，这个很值得，物超所值。是不是你志玲刚刚看到垃圾桶里面说，哎，干这好好喝、喔，你看这个，哎、欸，你自己看，你想想看，假设没有这么喝，你是买的那个凤梨的那个。不是不是，哎、欸，你自己想想看，假如是你是就是不是丢在垃圾桶里面那个凤梨？要都完蛋了。好，我现在做我的目的，我们现在要在关门的夜市讨饮料喝，没错，免费的，就是、跟中午一样的方法。我们好饿 ，I'm so hungry， 对 ，I'm so hungry， I'm so thirsty， fuck， 先来看这个，为什么这个草这么湿？两个都在一个大池子。好，今天呢，对，我们水车上，没错，第一天晚上就这样结束了。今天好好玩，今天好玩，好玩耶！我们终于找到好睡的地方。现在是1:23，四点要到机场，四点要起床，四点起床，四点起床，2小时半可以睡觉。对，嗯，好，先这样，拜拜，好，第一天结束，拜拜，拜拜。